话呢十则围之梁家俊冇赢噶马噶，不过苏普罗有啲嘢搏嘅，3.5战2.8，扬名好好呢、這个正常嘅，4.6啊2.7啦，特彩系回飞嘅，4倍变5倍。预备冇预备，呀！你嗰阵啊，应征咗幸运区啊，相当之位十则为之嘅，唔慢嘅。等我嚟慢慢杀埋嚟，嗰只就扬名好好啦。中间仲有勇提飞，然之后仲有走成，咁啊再后啲跟住就系梦寐以求啊，后边仲有幸运愉快嘅。咁啊再后少少跟住先落嚟位置就系特彩，特彩后边就系浪淘宝啊。浪淘宝再之后跟住就系神勇将军啦，然之后仲有爱的世界啊。咁啊，再後啲跟住就四季大同，然之後就係好榜羊喺曬尾旅遊小子啊！佢離頭馬超過12個馬位嘅，好啦，轉咗半銀禧灣前面翻嚟，嗰啲陽明好好放出頭啊！勇提飛就走咗外欄，中間仲有幸運區嘅。咁啊，再後啲跟住先至係走勝啦，然之後跟住就夢寐以求啊！再後啲十多圍之啊，中間等緊位喎，喺外面仲有幸運愉快啊！然之後跟住就係特彩，特彩再後啲跟住就浪淘寶，然之後咧就仲有其他所嚟，仲有嗰只咧就係神勇將軍啊，愛的世界啊嘛！跟住約莫仲有200多米咗，前面第一隻突咗嚟陽明好好。特咗海上追，見到就係特彩啊！後面攬下攬下，見到就十則為之，然之後先至幸運區。我咪上嚟仲有夢寐以求嘅，依然領先咗楊明好。特彩逐步上嚟追佢，而家上嚟先至見到十則為之嗰啲牌。楊明好越騎優應該可以贏。楊明好跑第一，跑第二名，特彩跑第三名，十則為之跑第四名，應該係上嘅。睇下幸運愉快定神勇將軍啦。蘇炳麟食尾壺，楊明好好越騎越有，特彩追咗一條就追唔到。蘇炳麟做埋騎師王，楊明好第一，特彩第二，十則為之第三。跑第四名，睇下幸運愉快定神勇將軍啦！真犀利啊！呢個蘇銘麟啊，我睇法呢個特彩應該又可以追到佢啊！真犀利，抵佢贏啊！一早咬住我話咁樣跑法掂啦！第三名乜嘢咧？十，睇下追唔追到啊？好近啊！四定係十二啊？哎，好近，有得影，有得影，好近！哇！嗰只愛的世界真係值得尊重喎、啊，值得尊重喎、啊！三大熱門翻嚟。苏炳麟话：你想追我啊？真系一出嚟我见到，你睇下，连走胜都唔俾你走啊！同你用一早要同你抢埋你添啊！可能佢知道特彩好犀利啊！哦，苏炳麟话追我唔到啦，冇追。3.6/12啊，都十二赢咗啊，幸运愉快啊！尾场热门收场，三大热门。單 T 啊，嗰三隻一住過就搞掂，好少有啊，真係。幾乎啊，80多蚊 Q 又好似，真係好少有未出，好特別喎、啊、都算係喎、啊，都好犀利喎！今日呢個陽明好好，佢用一個即係我都冇估到話佢會啊，直情索性自然自己帶住嚟走，因為明知呢場馬有隻走勝，甚至有隻而家唔快啦，嗰隻夢寐以求啊，或者仲有啲勇提飛嗰啲都係前面快嘅馬。但用一個咁主動的跑法嚟帶，即係話佢自視呢只馬個卡士，我會跑贏你嘅，已經足以。可能阿蔡友已經話俾你聽，得啦，放心啦，你將只馬順利出閘就得噶啦。走啦，同佢唔緊要噶啦，咁樣啊。不過你真係要過佢啦，難啊，真係。以為有，因為睇上次特彩嗰段爆炸力好犀利噶嘛。佢唔係曳噶，你睇佢，你睇佢已經將後面嗰啲第三甩咗少少噶啦，十則為之，你話佢好有勁咧？系啦，八宝，你估讲少啊？呢度已经一早啄到个位出嚟噶，两头片嘅啦，骑到只马滋滋走。哇，追唔到咯！原来呢度过终点嗰时就吓吓到特彩添啊！爱的世界都近啦，嗱，睇下呢度啦，后边嗰个第四五名啊，以为神。